喂，那个藏在蛋壳里的奇怪家伙，你是新来的吗？我不是奇怪的家伙，我是蛋壳小鬼僵尸。蛋壳小鬼僵尸你好呀，初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来做你的朋友，带你熟悉一下附近的环境吧。哇，真的吗？小坚果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你手里的苹果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可以给你的新朋友尝一尝吗？可是我只有这一个苹果呀。没关系的，我就尝一口。好吧，给你。朋友的见面礼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